早上的11:32，我们来看看兰州菜市场。哎，今天是12月16号，尾牙啊，尾牙，刚刚尾牙，今天第一天开始。你看，大家都在这边做挂包，买挂包。你看这个酸菜，我也在这边等待，做了两个挂包啊。这个老板娘这边炒菜，我是每天都必定啊会来过来买。然后礼拜二呢，他这个面疙瘩好吃啊，好吃啊。你看他们虾子一个330一斤，这个虾子啊330。你看这个半斤150，你看这个三张肉啊，三张啊，煮的非常好吃啊。你看看这边。兰州市场呢，看看菜市场的价，这挂包呢，他说45块钱一个，啊，45块钱一个，非常好吃啊。那么今天是尾牙的开始，那么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跟各位在报道。这边的挂包在兰州市场，你看他的三张好吃啊。这是记者燕国荣在兰州市场，台北兰州市场的报道。